以下是一些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食物，它们可以成为您饮食中的一部分，以帮助管理高血压。番茄，番茄富含番茄红素，这是一种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降低血压。燕麦，燕麦富含可溶性纤维，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，从而降低血压。鳕鱼，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鱼类，如鳕鱼，可以有助于降低高血压。红菜头，红菜头富含硝酸盐，可以扩张血管，有助于降低血压。燕麦片，燕麦片是一种健康的早餐选择，富含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坚果，坚果如杏仁、核桃和坚果，富含健康脂肪和抗氧化物质，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。菠菜，菠菜是一种富含钾、镁和叶绿素的蔬菜，这些成分对降低血压有益。香蕉，香蕉富含钾，有助于平衡体内的钠水平，降低血压。大蒜，大蒜被认为具有降血压的效果，可以生吃或加入烹饪中。红葡萄，红葡萄富含抗氧化物质，如白藜芦醇，有助于保护心脏健康。紫薯，紫薯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，有助于控制高血压。海带，富含海带的食物如寿司，提供了丰富的碘，有助于维持甲状腺健康，从而有助于降低高血压。莓类水果，蓝莓、草莓和覆盆子等莓类水果富含抗氧化物质，对心脏健康有益。请注意，这些食物可以帮助维持健康的血压，但它们并不是单一解决方案，最好将它们包括在均衡的饮食中，同时遵循医生的建议，以确保您的高血压得到适当的管理。此外，减少高盐、高糖和高加工食品的摄入，也对降低高血压非常重要。